在是第二集啊，在第一集当中，我们已经将这款帽衫的所有的织法给大家讲的超级详细了啊，大家已经知道它怎么织了，哈哈，就是一个大大的正方形，我们通过对边沿的缝合和处理，使它形成了一个帽衫。有同学说，哎呀，一个特别四角见平见方的一个，为什么能够成一件衣服？这要得益于两点，第一，编织的魅力，哈哈，因为织完的织物它是有弹性的。第二，我们选对了毛线。如果这款作品你想用棉线来代替，或者是蓬体纱类的、绫纶类的毛线啊、花线类的毛线，你想用这些线来代替的话，好抱歉，你达到不了这样的穿着效果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弹性不够。明白了吗？啊，所以这款同学们织的时候一定要采用纯羊毛的粗线来完成啊。好，回到刚刚我们给大家留下的这个伏笔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不同的身高体重想织这件针数上怎样调节？首先来说啊，我们拿身高1.65米、体重120斤的女性的这个身形呢来举例。先说这一款，我们一共起了多少？128针。128针的宽度，给同学们暂时量一下啊。由于我们用的是比较粗的6号针织成的啊，所以整件衣服的弹性你看足足够啊。你看128针使得它的左右宽度的将近63厘米，看到了吗？啊，将近63厘米这样的一个状态啊。所以如果你的针和线跟我是相同规格啊，不知道的同学可以到第一集当中看啊，包括刚点进这一集想织这件的同学，你必须要看完第一集之后，在封面找的这款衣服啊，看完第一集之后才可以看第二集，否则很多地方你是听不懂的啊。好，也就是我们知道了原款128针刚好是63厘米多一点啊，63、64的样子，也就是你看它的弹性是在这儿的。模特穿在身上以后，这个位置刚好卡在哪儿？大臂的位置，看到了吗？啊，如果我们普通人穿120斤的姑娘要穿的话，我们要怎样增加针数呢？首先来说，可以调整的位置，同学们看这两个位置啊，这儿，看到了吗？这两个位置的针数可以增加，同时还记着编针吗？我们当时这是9针啊，看。9针的锁链求求针你也可以做调整，但一定要是单数才好，明白了吗？事实证明这个位置稍微的多做一点调整，它给人的感觉穿上去以后会更加的像一件可爱的衣服，而且是充满创意的。所以只要是一个单数，保证中间一针是织这个小球球的啊，完全可以没问题，理解了吗？好，那么整体我们要让它变得更宽大一些，因为90斤和120斤差30斤呢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增加针数，怎样增加？首先来看啊，你可以增加的是这两个位置，原来9，你可以加至11、13、15都可以，不要再多加了，再多加就不好看了啊。好，这是说编针啊，原款给大家先看一眼这个图吧。之前第一集给大家截过图啊。好了，然后呢，我要求大家的是，在增加针数的时候，可以在哪儿考虑？这一组星星针，这一组星星针，这一组星星针和这一组星星针都可以增加针数，理解了吗？啊，星星针的针数啊，星星针的密度相当于1.7针等于1厘米宽，1.7针等于1厘米宽。现在同学们就去量自己啊，拿一个软尺去量自己，量哪儿？从你的肩膀的，我们拿这个随便找一个模特来举例啊。看啊，假如这个女生是你，从你的这个位置量，看到了吗？到肩膀，然后从后脖子过来，然后再到另一个肩膀，同样的一个这个位置。啊，拿她来说吧，这个比较明显啊。好，同学们就量哪儿啊？就量这个姑娘这个泡泡袖的这个位置。假设这姑娘就是你啊，从这个位置开始量，到肩膀。到肩膀的高度啊，然后再绕过哪儿，整个后边肩宽，然后再到这个位置来，你量这个总的长度一共是多少，理解了吗？
有同学说，哎呀，这怎么能合适呢？因为你这是织的，然后这是这样的吗？因为量这个呢，让大家量的是一个非常紧致的状态，但是我们编织的过程当中，所有的毛线线圈形成的是一个舒展的状态，所以同学们按照这个量没问题啊。好，当你得出了一个数字之后，好了，下边就好操作了。假设你得出来数字是88厘米，我说的是假设啊，假设你得出来的是88厘米的情况下，那么好了，88厘米和我们的原款63厘米相差多少？88减去63等于25，对不对？相差25，也就是说你要增加针数要增加多少？25乘一下我们的这个密度啊，刚刚我们加的要星星针，25直接乘以谁呀？直接乘以你的密度1.7，因为你要加的是星星针而不是其他的针啊。我们找到计算器，好了，你增加的针数应该是在42针左右，刨出一个因素去啊，就是说我们整个它的状态是一个比较松懈的状态，所以你增加40针就是一个饱和状态了。换句话说，你增加的针数不应该超过40针，最大的状态就是40，明白了吗，同学们？好，那么这40针你要给它加哪儿呢？问题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给大家说一下啊，我给大家的指导，我希望你这两个边沿这一部分啊，15针好了，15针啊，原款是9针，你这两边是15针啊。好，原款不是9吗？好，你这两个位置就增加了多少？这一下就增加了6了。我们要求大家一共可以增加到40针，对不对？好，这边你增加6针，你别忘了另外还有一侧呢啊，另外还有一侧呢啊，你两边对称的呀，所以你两边是各增加了6针，这一下子就多少了？12针了。好了，然后怎样？12针从40里边减去，还剩多少？还剩28针。好了，28针，1、2、3、4。每个位置加7针，同比例我们给它放大，理解了吗？这儿增加7针，这儿增加7针，这儿增加7针，这儿增加7针。原款这位置是多少针？假设是18针，好，你给它增加7针，25针，理解这意思了吗？啊，这样我们就做了一个最完美的调整，也就是7777。看啊，这个6针增加在边沿的这个锁链求救针的位置，这个7针增加在这一组的麻花旁边的啊，这一组的什么呀？星星针的位置啊，第二个7针加在这大组星星针的位置，第三组7针加在这大组星星针，这个第四组7针加在小组星星针，这个6针增加在这儿，明白了吗？我可说的是增加啊，而不是有同学说，哎呦，我一下子给他也起这么多针，加制这么多，不是，你起针的时候啊，就把总的针数给他算好，理解了吗？好，原款多少？起了128针哈，你多少？加40，168。好了，168针，你要织多高？注意了啊，168针这款属于一个短款，很小巧的一个款式啊，建议同学们不要织的太长。原款织了70厘米啊，注意，原款织了70厘米，同学们织的时候千万不要超过80，我们一定要怎么样？小于80厘米，理解了吗？尽管你是一个高个子的姑娘，但这是一个短款啊，不要超过80厘米总长度，记清了吗？好，还有一个问题提醒各位，非常重要。有同学说，我可乖了，按照您的要求，我都是按照这个来弄的，为什么我的底边紧？为什么我穿着不舒适？起针，起针方法很重要啊，全员注意，我们在起针的时候，你的底边一定要用1根6号针直接这样起针就好了，而且起针的过程当中不可以使劲的拉你左手的长线，要让你的针套是一个松紧适度的状态，你轻轻的给它起好，你看松紧度就这样，如果拉开的话还有框量。为什么要这样起？首先保持底边弹性，第二，你在翻过来起够针数以后织这一行的时候，如果你刚才起针的时候用了很大的力度拉扯了你的长线，那么织这一行你要那么织这一行呢，你就跟那个万里长征第一步一样，非常非常的困难，所以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啊，
这一行，起的稍微有弹性一点啊，松紧适度，会使得你在编织的过程也会非常的轻松啊，而且很快的就能够完成啊。如果你使劲拉扯了长线，那么你织这一行的时候会非常的费劲，理解了吗？啊，一定要用刚刚的方法啊，来起针来编织啊，并且没有必要麻用两根针起啊，一根针就足够了，记住了吗？好，用这样的方式你起了针啊，要求的啊168针啊，我说的可是高个子的胖一点的姑娘，体重120斤左右的啊，啊超过120针吧。好，这168针，如果我们要是看啊，如果我们要是按照身形比较啊大一点女生来编织的话，你会碰到一个问题，这问题非常严重，所有人千万不要以为按原款就可以直接给它织成了，并不是，因为你的总的针数做了增加，所以你的帽子如果在织帽子时候不做调整，你的帽子是硕大无比，没法戴，会碰到这个问题。所以全员注意啊，超过120斤的女生，如果你针数做了增加，那么你在织这款的时候，帽子这位置啊要做一个超级大的调整，这个调整可能会影响你的穿着的舒适度，当然它是往一个良性的方向影响，而不是一个硕大的帽子，168针什么概念，这么大谁见过这么深的帽子呀，对不对？那么如何调整呢？下个教程我会详细给你讲解，一定要注意看啊，想给这个教程点一个赞。